刚刚忙完嫣然的慈善活动，近日李亚鹏携妻子王菲前往洛杉矶为外公庆祝百岁生日，并在微博中晒出为外公贺寿的合影。外公今年百岁，40多位亲朋好友齐聚 LA， 感受到家族的存在。家族不在于显赫，在于血脉和凝聚力的显现。照片中有大大的生日蛋糕，还有一家人在一起的合影，以及李亚鹏、王菲夫妇和外公的合影。老人家虽然已经白发苍苍，但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看上去精神矍铄，依稀可见年轻时的帅气。而且李亚鹏的脸型和五官长得跟外公有8分相似，一看就知道是爷孙俩。2004年，李亚鹏、王菲夫妇带爱女李嫣赴美医治唇腭裂，与外公相处了几个月。爱女李嫣的名字正是老先生那时所取。当时李亚鹏还萌发了把外公的故事拍成电视剧的念头，自己亲职导筒，把老人家的百年经历复原，让大陆观众了解当初来台的外省人的眷村生活是怎样的。李亚鹏透露，有不少台湾制作商对这个题材感兴趣，现在剧本已经启动，暂定名为《恍如隔世60年》，将从外公那一辈一路写到他自己，甚至王菲也有可能出现其中。